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看啊，居家画的风水。我们呢总是希望挂一些画，会要让我们呢要开心，开心，开心啊。但是啊，在挂画里面，它还是呢有一些要注意的点啊。在挂画来说，你要先知道，因为画是你眼睛看得到的，所以啊，我说过了，行家很厉害的，就是因为你眼睛看得到，你眼睛看到了，脑袋就会做相对应的应对，那长久下来就会产生这一种的情况。好，所以第一个你不要挂的那一种没有生机的画，没有生机。那什么叫没有生机？枯树啊，然后呢，那种看起来就很穷啊，这一种的画，各位没有生机啊，穷苦的这一种的画，那你在那边看，你是不是啊？长期在看，那自然而然呢，会影响到你。所以第一个，不要挂这一种的画。那第二个，不要挂的是什么？禽兽的画，你这个禽兽。不要挂禽兽的画，老虎啦，花是还 OK， 花还 OK 哈，禽兽啊，老虎啊这一种的，我这个没有画啊，这个是平常都不在的啊，这只有直播才会在而已，它顶多一小时而已，看心情换的。禽兽不要有这一种很凶猛的这一种的画像因为这一种的它会有那一种所谓的凶气啊，那久了以后你也会可能会跟它一样。那再来就是暗色系的画，暗色系黑色的深红的话一片黑妈妈的话，对不对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对不对，一个黑人小朋友在外面，全部都是黑妈妈的一片，那一种的各位会造成呢，因为黑色看了以后心情呢会比较低沉。那红色我们都会让我们感觉到那一种很血腥的这一种情况。所以呢这两个颜色深色系的深色系的不要用。所以啊这几个那你要用花可以，但是呢要记得抽象图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抽象图算是破坏景色的这一种的，其实我不太建议放的坏掉的东西抽象就是模糊不清的意思嘛，不完整的这一种的东西那坏掉的东西其实在风水里面都很忌的。花可以，但是呢花很容易呢会招烂桃花，所以呢要注意一下摆的位置嘛。那你假如是单身的话随便摆啦夕阳的话不好啊，会给人家落寞的那种感觉。花是可以的但是呢它容易招烂桃花。
那我们一般呢会比较喜欢摆的是什么呢？山水画。山水画。那山水画有山有水。那各位，你在摆山水画的时候，记得一件事：水要朝你而来，不能朝门外而去。啊，水要朝你而来，不能够朝门外而去。还有，山水画不要摆在你的后面，啊，因为呢会变成零头水。水代表财，所以财要向内，不能向外。哦，在摆山水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水的流向，向外流就是漏财，当然就是呢向内。啊，但是不能摆后面哦，你不能摆后面，那叫临头水啊。所以这是在挂山水画的时候要注意的。那再来，万里长城这一种气势磅礴的，气势很好的，气势好强的话，例如万里长城、大山，哦，大山这一种的，那它跟山水画不一样，这一种的就可以摆后面当靠山。了不了解？摆后面当靠山，那山水画要向你流，还不能够在后面。好，这两个不太一样。当然还可以摆什么？还可以摆什么？书法，书法算是不错的。啊，书法算不错啊，会让你呢比较呢有书香气息啊。那你只要是没桃花的人，就是尽量哦摆那个一大堆花的。啊，夸自己啊，看挖自己，欣赏自己，也行啊。也行啦、啊，只要人家一进来说"哇，这是哪个大师写的"，哦，你就会很有，你就会呢，很爽。那只要一进来，哇，这是谁写的？好丑，马上信心受打击，你知道吗？猫可以啊，可爱的动物可以的、啊，不要凶猛的禽兽。所以啊，我们一般呢、啊，有一种方式呢，可以呢，来催。假如要生孩子，要生孩子的话，我们会在室内呢，摆上那种很可爱的那种婴儿照，在那边看，那其实要记得哦，在里面挂画或者照片哦，很具有那一种人物的，尤其要画那种帅哥美女的，因为他只要呢摆错位置哈，他只要摆错位置的话，很容易会招桃花，非常容易会招桃花。但是啊，你只要是单身的，那其实啊没关系啦，什么偶像明星的海报就拿来乱挂一通啦。旺旺桃花也不错啊，旺旺桃花也不错。但是呢，假如已婚的来讲的话，就尽量不要挂这一种俊男美女的图或者是海报，用你们全家福个人的那个全家的照片，那个没有问题。
啊，你要摆一个王力宏啊，啊，霹雳猫这样子是不是？所以啊，哦，人物画哦是要看的，了不了解？哦，海报其实这一些也算是哦，海报这一些也都算是哈，所以它是可以拿来呢招桃花的，哦，拿来招桃花啊，哦，啊，你只要是夫妻俩想要生育的，那就可以呢那一种挂可爱宝宝的这一种的海报啊，哦，图案。我哪知道你们金山是什么东西啦？嗯，对，我哪知道你们金山是什么东西呀，啊？金山，啊，所以啊，这一些，就是在挂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然后呢，记得，只要你是挂在你的房间、你的床。哦，那就只有意象而已的，那没有用啊，哦，每天都在那边想说，哦，对不对，看到你的老婆每天在那边想说她要变漂亮，她要变漂亮，你想老半天她也不会变漂亮，了不了解，这只是意象，你只是想而已，要动作，要叫她呢给我抹保养品，不然叫她直接去那一个，哦，整容她就会变漂亮了啊。可爱动物就好了，不要让你看起来是凶的啦，了不了解？那记得哦，假如是你的房间里面画，不要挂在床头，哦，你要挂在你的脚的那一边。为什么？因为你挂在床头，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不知道，会砸死你，所以呢，你的床头脚有挂画的，其实在无形中都会呢产生一些压力，睡眠啊都会比较不稳，哦，所以呢你的床头不要挂画，哦，床头不要挂画。